为了维护校园以及学子的安全，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特别规划结合社区守望相助巡守队，将校园是纳入了巡守的重点，同时强化守望和协助维持交通秩序等勤务，来守护新兴学子的安全。为了维护校园以及学生的安全，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特别规划结合社区守望相助巡守队，将校园纳入巡守的重点，并且强化守望以及协助维持交通秩序等勤务，守护新兴学子的安全。哎，这边是不能过，你就从那边来这样就好了，你就从那边过来就好了啊，然后绕到那平交道，那边本来有铁路嘛。那个铁路就不用过去了。玉里分局表示，为了防止不法分子侵入校园，分局各分驻派出所结合了辖区内各村里社区守望相助的巡守队，巡守高中、国中、国小以及幼儿园。旁边是那个，旁边它有一个操场。玉里国小，这边是玉里国小。那旁边玉里国小，你再去正义一中学，你那边过两天，然后再去正义。对于学校周边的出入口以及比较危险路段实施巡逻、守望以及维持交通的秩序，增加巡逻警往校园巡迁的密度，协助学生们通行以及校园安全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